你那是什么？藕粉，藕粉，藕粉，好好吃啊！这个好好吃，好棒！赶紧口干了。但这个我跟你说，很粘稠，很粘稠啊，很粘稠。重点上面还有个香菜，好像一个模特照啊。准备，开车，下一条。 海涛呢？我发现他这一次都带的都好好啊，我们都是什么呀？可以的，茄子吗？海涛，茄子，年糕啊，这好难嚼下去的我。C C，盒子。你要等一下，刘总，东西必须吃完了。盒子吗？哎，毕竟是玩假人挑战的，他好能停啊。东西必须吃完了。吃完啊，来，生吞生吞。海涛，我觉得应该有人去干扰一下林更新。开始，下一条。 加个洞了，加个洞了，加个洞了。好，维嘉动了是吧？好，维啊。我问他是什么，然后你不要跟他聊天，他在比赛，他没事，维嘉你先回去，你先回去，没事回去，来，回去你带着食物回去，没事带着食物回去。啊？来什么呀？但是回去的路上他不能嚼呀。来，准备，开始，下一天。 不会要把它抠出来吧？哎，嘉哥嘴巴里。看维嘉，海涛。开始，下一停，开始，下一停，停，开始，下一停。太平了。我觉得这样不对，这样不对。嘉哥在这儿把东西全部嚼到嘴巴里面，回去让一路上都在嚼。停的，就是喊停的时候不能嚼。